在温哥华提到教育资源的话呢，很多学校大家谁也不服谁，这个公校觉得公校好，私校觉得私校好。但是如果说到大学的话呢，那么公认的学校呢就是 UBC 啊。那我今天呢带大家看一个在 UBC 的一个公寓啊，它非常有特点，你看有没有一点小桥流水人家的味道？首先呢，它在这个一楼啊，这个有一个自己的这个私家花园。你看，如果你要想啊养个小狗啊，或者是 barbecue 啊，在这个位置都很方便。然后这里呢还有一个名牌包包，那我们进去看一下。哎，温迪你你好。好，你好，杨叔，哎，欢迎您。哎这好，今天是我们第一天 Open House 开放是日。吧？第一天我就来了。是的，是啊，的。这是什么地方这个是 Engineering 的 Hardwood。？Engineer Hardwood 对，是啊，的。这个地方很高啊。对，这是一楼，这栋楼一楼独有的一个特色，就是它一楼的挑高能挑到10尺。啊，所以这个说十呢，尺啊，没错。很然后舒它的服。玻璃窗也是落地玻璃窗，从上到下都有玻璃。你这是几面啊？三面，三面这对，个阳从光非常东好。南西三个方向的光，从早到晚都有阳光。啊，好。然后我们这边就是到它的厨房，你这厨房是什么电器啊？都是博士的电器，博士它的煤气炉灶，这边是它的洗碗机，啊，煤然气后炉灶，这是烤烤箱，箱。对，然后那边还有微波炉、冰箱，冰箱，这冰箱还带 WiFi 的是可以连上手机远程控制温啊。度。这边是卧室，对，这个房子一共是1044尺，两房两卫。这是有小宝宝了。对，这个恭喜他们租客哈，刚刚生了小宝宝。哦，这也是大的落地窗啊。没错，那他对的房面间就是是，森林呐。对，那边就是 Pacific Spirit Park，很方便，这边出门直接一走就可以去 hiking 了。一共是两个卧室，两个卧室，那是第一个，这是第二个，是他的主卧。这是主卧对，啊，他的主卧，这主卧里面还放了一张婴儿床，对，啊，这边是他的洗手间，这个洗手间这个墙上的砖花纹很漂亮，是哎，啊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呢是它的风扇，是可以设定时的，20分钟、40分钟、60分钟，然后到了时间它就会自动停掉。啊，这不错啊。是的，是的，这个开发商呢也非常知名，是 Wall Group。就是温哥华 Wall Center 呀，这些都是同一个建商。啊，有名的电商。是的，是的。啊，另外一个卫生间在这里，对，这是一个带浴缸对，它带一个浴缸。的。啊，这是还有小宝宝在这洗澡。这个就是它另外一个门。就是正常从那边门进来。对，可以这直接通是向洗衣客房。厅。那这个位置是干嘛的？这个呢，原来是一个蛋。有很多人他会把它选择把它封起来呢，也可以做些储物，但他们呢选择让它开放式，就利用起来也比较方便一些，做个门厅啊，换个鞋啊，就很方便。啊，这个房子总的面积是多少？1444尺，那价格呢？我们现在开价的是156.8万，啊，管理费呢？管理费呢是5.9毛一尺，它都包什么？它的管理费首先包我们的煤气哈，然后呢还有空调。啊，然后设施也很好，它有健身房、瑜伽室，还有一个图书馆。最主要，他喜欢音乐的朋友这边还有一个钢琴教室、钢琴室，还有一个 studio，就是说您可以在里面录一些您自己的音乐啊，什么都可以。啊，这个租客刚刚生了小孩子，对，租客是他在这儿们生的？就是住在这边的这期间吧，啊，对。那就是用实际行动证明这个房子风水好，人对，丁兴旺。是的，他们在这边呢，从交房到现在，这个楼呢是3年新，他们也就在这边住了3年，从2个人的2人世界到现在已经多了一位成员，还有了狗狗，就真的很快乐的一个家庭了。啊，非常好风水的一个是房的，子。是的，反正感谢您今天的到来，然后呢，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，也可以来找我来看房，我叫 Wendy。